女足两周年饥饿指数经典赛，然后今天是第二阶段的赛制嘛，五位主持人当队长，然后要饿肚子。到底我们为什么要饿肚子？那就他们两个饿就好了。没有进前三名的女主持人需接受处罚，要拍很丑的照片。那个丑要丑到什么程度？三个男主持人帮他们晃，很像之前那个赵哥那个蚊香那个也可以啊。好玩，突然要动作了。每周日晚间八点，饥饿游戏。